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恐怖在笑，小红包。すみません。花郎ゲットフィチルイカサンがご心啊。Sorry, what? ドリランシュ太代来。Pardon me. Sorry, do you know English?我唔系唔识，我系唔记得啫。不讲英文，只讲日文，我系最强地勤。嚟到我哋呢个新嘅最强地勤游戏环节啊！咁咧，其实我哋就打算每一集都同大家玩下呢个游戏嘅，睇下要玩到几耐啦。咁今集我哋嘅主题系咩啊？行日文系嘛？我哋今集个要学嘅语文系日文啊。嗯，日文。我啱特登攞开 headphone， 我真系唔想听到自己把声。点解啊？最强地勤，唔系几好咩？而家咁样，几好啊！我觉得嚟啦，我哋系咪要嗱？首先咧。我哋同大家解釋我哋做咩先嘅，先，因為其實有啲新聽眾聽噶嘛，可能係咁。我哋咧就其實我哋要同大家玩下呢個日文啦。咁我哋咧就每個人都會揀咗一條片嘅，我哋咁然後咧我哋就會聽一次，然後模仿翻出嚟，配翻佢個聲出嚟嘅，係啦，冇錯。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抽嘅。咁我哋有一二三，未見到曬咯，而家揀。咁我會再整亂佢噶嘛。OK， 咁然後我哋就是但揀我哋嘅次序係點啊？第一嘅就係。是阿恒那條片，第二就是 Kitson，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不如這樣，我最後弱弱地問一句，弱弱地哪個地方的話來？要啊，我們還沒夠時間做夠一個鐘，講了至少做九個字的嘛，不玩就做啊。抽啦，我和 Kitty 抽啦，剩下一張就是阿恒的。我是一嘛。Kitty 你抽先，你是一， Kitty 零而已。哦。可唔可以抽過？我哋全部揀翻自己嗰啲喎。咁再抽過咯，再抽過啦，再抽過啦，好唔好？再抽過，嚟嚟嚟嚟嚟。其實我真係好唔想揀自己。三張牌其實冇得使嘅。我揀呢張啦。哎，我揀咗 Kitson 嗰張喎。咁即係我係。你係我嗰條喎。你 mark 低我 ，mark 唔到啊而家。哎呀，我揀你嗰個啊。我正啱你做啦。一先嘅，咁即系阿恒嗰条先啦，系啦。系咁样咧，就 Kitson 拣我题咯，系嘛？系啊。系，我谂系。好。啊，唔系啊，啊系啊，系啊，佢系烟屎嘛？系啊 ，Kitson 嚟咯，嚟咯。听一次先，然后嗱，我哋首先听一次，然后抄低啲。系得一次机会啫嘛。得一次机会就系。嚟咯，好嚟咯，听实啦。嚟咯 ，Come on， 清さんの前を失礼するでござる。いいよ。そんなにうまいのか。おいおい、大丈夫かよ。いやきっと見間違いだ。考えすぎだぞ、シンガー。ありえねえって。痛いでござる。其实咧，我第一次睇咧，我系笑 Q 咗啦。咩事啊？呢条片想点啊？呢一段片系嚟自一套近排好 hit 嘅日本动漫，叫做《监狱学员》啊。系讲一班男仔咧，就喺一间女校里面就犯规，就要入监狱坐监咁样嘅。喂，犯规啊，大佬！你搞一条咁搞笑嘅片，我点抄？我喺度睇到笑都抄唔到，抄到冇办嘅。你其实事先睇咗条片噶啦，你都知条片。我睇到笑，次次睇到笑咁样，你都学唔到，咁你系你渣啦。输咗系咩情况？今次已经拣入，唔系嗱，讲明先啊。今次输咗咧，就要喺左手右手是但，即系前臂嗰度就画，俾人画公仔，画咗一个礼拜翻工。前臂，每日都要俾人画。每日，你知而家系夏天噶，系啊。你知而家系啱啊？咪佢一定全世界都睇到咯。黐线噶！嗱，讲明先啦，小心啲啊你。好，小心啲，祝你好运啦，好嘛？我都唔敢讲。边个评分先？我唔约喵噶嘛。我哋两个评分啦。唔系，好冇啊！我哋听众嗱，我系烟屎啦，系。我系二啊嘛。阿花系二，咁咧阿 Kitson 系三，咁咧就边个如果俾人评为最差嘅咧，就减就减三咁样。譬如如果 Kitson 嘅话就减三。阿花嗰咧就减二，我就减一咁样。到时即扣分啊！我哋要俾人
咪邊個中意邊個咪打個打個字出嚟。大家覺得邊個輸未講邊個輸咯？輸輸嗰個好啦，直接講名啦，邊個輸咁啦，好啦好啦好啦，係啊好咁嚟嚟咯喎，喂嚟啊先咯，係嚟你有冇好緊張啊？加油咯喎嚇！嚟啊嚟啊嚟啊！你咪瞄咗佢把聲噶嚇？你瞄咗佢把聲嚟咯嚟咯。其实不用玩了，我已经知道哪个输了。你的态度你已经死定了，你真的是输硬了。我想问你，你觉得自己啱了几个字？要被听回了，你觉得你有多少分呢？其实大作古，其实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分呢？我都没写过东西，我怎知道。 OK， 我已经不想去评论你的表现了。第二个是哪个？第二个是我，是啊，我是扮 Kisson 那条片。但我想问呢， Kisson 那条片有两个人的，要扮哪个？你们都不要跟我说。两个都要扮，当然两个都要扮就难一点的。你雌雄同体嘛，听一次先好吗？尽抄吧，抄录先，听一次先好。だけちょっといい顔してるからって舐めやがって。こっちが舐めてやるよ。くらい。虫でも飛んできた？気持ち悪。为什么会揀你这样的片子？其实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你不是什么正想做的东西？这个我的重点是做什么？这个你一定要做这下。其实呢，我真的好，为什么你刚才不 PIP？ 因为 Kisson 做了一件很贱的事。是啊，贱人呢在镜头上，他想拉走你份，他不是，他是直接捉住我的手不让我写任何东西咯。 OK， 这个贱人啊，你顶多咪声啦，同埋大足鼓，唔系 key 摩字啊 ，key 摩字大足鼓。呢套咧，呢套五个字，呢套咧就系应该好多人都睇过嘅。我觉得我未睇过咩，连我都听过个名。系啦，但我系真系冇睇过嘅，叫做后揾呢条题目。其实阿卡咧成日出问，哇正喎，哇你咁爆人哋，即系你肯定你冇睇过。我系认真。一 T 嘅hard disk 入边冇睇过。你不是有一個一支入面收藏咗啲唔知咩嘅咩？咁噶嘛，講講成日都攞真嘢介紹翻套嘢咩嚟噶嘛？等大家都睇嘛。啱啱嗰套咩嚟噶？透明人間係咩類型嘅動畫嚟噶？係 H 嘅，係 H 嘅。H 係咩意思 ？Stand for 咩啊？嗰啲咩鹹濕卡通咯。哦，不過我唔睇鹹濕卡通嘅，所以我真係未睇過。你又知呢套嘢嘅咁樣？你啱啱介紹嘅。黐線㗎！你自己揀題目咁，我自己都準備時間。準備自己題目嘅，得我只係兜唔到啦，繼續啦。What the fuck？ 透明人間啊，風華，要似死梗啦，唉，死梗啦。阿花，不過阿花啲題好似聽落易啲喎，係咪啊？都我都唔知啊。嚟啦，講咁多嘢啦。喂，你都可能輸啊。都会对佢有声嘅喂 ，Ducky， 再讲啲嘢，搞两个 emoji。你讲乜 Q 嘢啊？过去嘅路，佢，嗌你冇嗌到，冇事得，emoji 过嚟。我觉得阿花至少有成二分嘅，就算似唔似都好，系啦，因为人哋起码有入戏，仲有最紧要点睛佢话，佢又扮到出嚟。你啱啱喺度讲咩啊？系咁啊！哎呀，哎呀，仆街啦，仆街啦！点解会讲啲中文嘅？哎呀，点解会咁嘅？哎呀，你就系做咗呢啲嘢啫。系咪好配合佢性格咯？腾鸡咯，腾鸡，腾鸡又唔似喎，有冇一个日文字即系学到？唉，仲有最后一题啦，到你啦，行啊！我都唔知点算好，我要出面 up 住帮自己出条片，跟住你可以出猫啦，系咯，你可以出猫啦。可唔可以睇两次啊？系啊，播唔系你索性播两次，咪同你讲咗咯。我觉得呢条好正噶，我特登拣，啲少女嘛。因为佢揾我专长出嚟咧，就系扮女人最叻噶啦。哇，你内心个，第一次条，你内心住咗个女人，第一次条片先。好きなの好き
嗱嗱，首先我有兩樣嘢想講，睇下我抽到幾多。嗱，我有兩樣嘢想講。首先咧，好大聲，嘈死我啦！你肯定呢一套係少女少女嘅。少女好，少女漫画系咁噶，咁 H 嘅，真系咁噶，真系噶，真系咁噶，你唔好扮。同埋第二又系唔 fair 啦，唔 fair， 好正。喂喂，我啱啱讲嘅时候就静音，佢讲嘅时候就少少声，你直情系停埋俾自己写。我几时停埋俾自己写啊？我揿完 play 即刻抄噶咯，去咗一秒 flip 噶，去咗一秒 flip。唔系啲人咧要赖赖屎赖地赖地眼，唔知咩都唔记得咗叫咩啦。表演啦，就喺度赖，咪好嚟咯，俾啲真功夫你听啊。好。哒哒Suki かな Suki。ダメダメグッグナイト私こう見ているの恥ずかしい我真的笑死了这个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人听我扮女就很开心我分不到我不是很分到究竟那把声是你把声还是是吗我是原本配音的把声我可不可以听多一次你可不可以扮多一次你现在可不可以扮一次你想听哪句 Suki 是但啦好了还有什么爹 Suki 吗你现在收听的是恐怖在笑小同伴蛤、啊